大家好，一龙哥好，我是演员周冬雨。大家晚上好，我是演员朱一龙，冬雨好。很高兴来到第11届北京国际电影节。我觉得11这个数字寓意非常好，比如说11代表着我们伟大祖国的生日，还有11也是十全十美、一心一意的含义。没错，十全十美、一心一意，这两个词代表了我们对美好事物、美好情感的渴求。同时，这么多美好的情感里，亲情也是深深根植在我们心中的牵挂。今天是中秋节，大家可以拿出手机，拨出一个11位的号码，送出“天涯共此时”的思念。对，其实今年也是我出道的第11年。所以我觉得自己跟北京国际电影节特别有缘分。对，我比你稍微再早一点点。我09年拍摄自己的第一部影片，然后到现在正在上映的《风暴》，我整个成长也是伴随着一部一部的作品被记录下来。是的，今天我们要推荐的这几部入围影片也与成长有关。让我们一起走进这些奇妙的成长之旅。第11届北京国际电影节第一组入围影片，请看大屏幕。